PCPCPCA， 没看过的。皮卡丘。哎呦，感谢毕格波斯四等干爹，毕格波斯，还有那个沙乐，感谢三等干爹。哎，毕格波斯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要来？啊，不对啊，不是毕格波斯，是沙乐。沙乐，感谢三等干爹。然后路过钓客，感谢六等干爹，感谢。毕格波斯 host， 我还以为他来了。fuck， 毕格波斯已经人间蒸发了。找二，看错，哎呦，大变脸哦！你是塞宾，杀毕格波斯是一个无法联络上的朋友。哎呦，他在开黑。暗影师章哦，黑丝是什么？黑丝是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完整名称？暗影师章哦，他为什么要玩暗影师章啊？不懂哎，干嘛？他为什么要玩暗影师章啊？他是发病了，你还不快跳舞一下？跳什么舞？我靠！我靠！这干嘛？他们打一波哎、欸，这很明显哦。你看，你们看得出来好吗？我以为你们看不出来。需要更多王城。我靠！他讲中文哎、欸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回来韩文装外国人，你知道？装韩国人。盟友的基地受到攻击。不是啊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就算任我想不到任何他玩暗影师章的原因呢、欸？他就不是那种会玩卡牌游戏的人，他卡牌游戏那么废，干我阿妈搞不好都可以打赢他，你知道吗？你阿妈没卡牌的。我阿妈没卡牌。卡牌球，金牌球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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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到底在干嘛？哎呦，这是我今天打过最辛苦的一战哦。3195，干，还有一分哎，转转转转。